各位父老乡亲，来到长江讲坛呢，感到格外的亲眷，因为我成长在长江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每一次回到咱们的武汉呢，我都禁不住要赞美我们的武汉，以前不敢，现在禁不住，每一次都会赞叹，因为武汉变化太快了。那么今天呢，借助这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在这儿这个一起讨论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场合赞美我们的武汉，对我们增强自己的信心，给我们打气，特别有点意义。所以我下面的一段话呢，就是对武汉的赞美。每次回到武汉的时候，朋友们都会问我这个一些这个涉及到崛起的问题，因为我在很长时间里头是研究中国国家崛起的战略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往往是这样的：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标志式动作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当人们嘴上不再挂着北上广深的时候，当人们眼皮称武汉、重庆、杭州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就崛起了。可能有人说，怎么这样讲呢？我给一个图形大家看，给个图大家看，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状态呢，是东边崛起。东边崛起，如果非要用一个图来表示的话，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饺子，对不对？它一边崛起。那么中部崛起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看得到吧？元宝，而且是金元宝。这是有中国的国家地理概念，中国中在英文里面kingdom， 还有我们中国的国家经济地缘经济的这个状态决定的。中部不崛起，中国何以崛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的话，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真正的崛起，取决于武汉，取决于中部的崛起。我想到这个，谈到崛起啊，谈到中部崛起，我想起来了上一世纪的一件事。湖北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中部崛起的。当时呢，我正在武汉大学工作，我们在讨论中部崛起战略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师呢说了一句风凉话，他说：“你以为是孕妇的肚子说崛起就崛起，起码得20年以上。”他的这句话一语成真了。20多年后的今天的话，我们湖北，我们武汉真的开始崛起了，因为此前的20年我们是在安安静静的等待，那么现在呢是真正的崛起。那么我那个老师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武汉崛起，我们中部崛起的速度之快呀，还真的像十月怀胎，每天都不一样。涉及到崛起的话，另外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武汉的竞争优势，武汉的竞争劣势在哪块？那么这种要素的很多，我想呢只谈一下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劣势。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武汉的竞争的最大优势就是人才。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集中的大在校大学生的这样的城市，一点都没有错。那为什么说我们最大的劣势也是人才呢？他培养了这么多人才都跑了，我也跑了。但是呢，我坚信一点，付出必有收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来啊，武汉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以深圳为例，据非官方的统计，在深圳的武汉人有100万。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叫华为。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为华为诉讼了10000名以上的这个骨干。也就是说，没有武汉，没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人才这个上面的这样一个慷慨，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华为在内的其他的高等院校，或者其他的那个科研企业，也许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辉煌。我想，终归有一天，我们武汉为全国、为国家的企业做出的这种奉献，会得到丰硕的回报。那么，这个时间呢，或者这个时间的节点呢，已经到了，就是现在。因为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头，我注意到了我们武汉有一个口号或者一个举动，叫做筑巢引凤。这是前任武汉市领导或者班子他们做的事情，就说叫做满城挖，就是筑巢引凤，目的是引凤。那么现在的领导呢，又提出来了汉商回归，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顺理成章，哎，水到渠成。所以呢，武汉腾飞的这样一个时候呢，这个真正的到来了。好，下面呢，我就开始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话题了。2月17号，也就是上一个星期五，这个著名的股神巴菲特在他的家乡奥马哈，与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25位学生有一个对话。股神呢，在对话的时候提出了有两笔投资是最重要的。哪两笔投资呢？一个是对自己的投资，一个是对朋友的投资。他说这个话呢，我相信，因为我读过他的传记。他曾经在青年时代，这个口才不好，那么他花当时他认为的重金参加了戴尔卡耐基的这个一个课程，演讲课程，所以造就了他此后大几十年这个辉煌的人生。另外呢，他身边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叫芒格，没有芒格就没有今天的巴菲特，所以他对朋友看得很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或者我们今天这个讲座要讨论的问题呢，也是投资，是另外一笔投资。在我看来呢，对于父母而言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笔投资，就是对孩子的投资。那么我想呢，从在大学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反思孩子从幼儿到小学到中学各个年龄段父母应该扮演的角色，或者说父母该怎么样投资。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来的朋友们，各种年段的都有。那么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孩子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实际上呢，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人才培养、在孩子的培育这样一个方面，没有标准的模式。那么今天我所讨论的，或者说我所谈的呢，还是从一个角度，属于我自己的角度来谈的，所涉及的问题、所谈到的观点，也只是一面之词，一家之言。所以呢，务请各位朋友呢，不要对号入座。事实上，我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今天是周末，有那么多的老朋友到这来，今天讲座，而不是待在家里睡觉或者是打麻将，那么这本身就表明他们是已经过上了一个非常幸福的晚年。那么他们的儿女的培养一定是卓有成效的。那么还有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年轻的或者中青年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到会来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想呢，他们已经对孩子的培养
提到了很高的这个重视的程度。那么这也说明呢，他们离这个孩子教育的成功的培养也不远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中的。那么在提出在谈到我后面的问题之前，我想首先表明我的两个基本的观点，因为我整个的这个讨论中涉及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天下之事最难之事就是孩子的教育，天下最悲催之事就是孩子教育的失败，天下最幸运之事就是孩子教育的成功。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父母教育孩子成效的好坏，或者关键好坏的关键在于是否因材施教，因时施教，时间的时，因时施教。下面呢，我想讲一个故事。这是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发生的。那一天呢，我从汉阳打的到武昌来，结果在桥中间堵了，整个车都堵得一塌糊涂。我就和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司机聊起来了。她是我的孩子，昨天结婚，今天就我为了还贷，我今天我就要出来开车了。她当时说这话之后不久，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话，她说要是我像我的孩子像那个家伙就好了。因为我一听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闲来无事嘛，我就想探个究竟。她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她在那个时候的前不久发生的。他在光谷宰了一个客人，一个客人呢，他跟我形容大约30岁左右，高大帅。这个高大帅的小伙子上车之后，第一句话就说阿姨，我要到汉口去。当时这个阿姨的话，这个惊呆了，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武汉的话，有的时候，一般可能会直来直去的这个提出要求。那么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的话，让这个阿姨受宠若惊。于是后来他们就聊起来了，阿姨就跟他说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有礼貌啊。后来这个青年就说，阿姨啊，其实以前我也是个小混混。然后呢，这个小孩就跟他讲了一段故事。他说，我是在武汉长大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我还是个富三代。因为我爸爸妈妈有钱，我的爷爷更有钱。他的爷爷呢，因为可能一个什么重要的项目，收获了数以亿计的这个财产，有家里有专职司机，在据说武汉天地吧，跟他当时买了4套最大的房子，所以这个小孩的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愉快的生活。在他16、17岁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了美国。与他一起去的呢，还有一个小伙伴，他们在美国去了之后呢，拼命的玩。小伙伴呢玩游戏，他呢玩篮球，两人玩了7个月。有一天呢，小伙伴的爸爸去看这个小伙伴，当时呢，这个高大帅的青年呢就在旁边。当小伙伴的爸爸听说这个小伙伴玩了7个月的时候，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打了这个小伙伴一巴掌。这个高大帅的青年呢，他说这一巴掌没有把小伙伴打醒，倒是把我打醒了。从此以后，这个高大帅的青年就变了一个人。他跟阿姨讲，他说我后来上了美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就是说美国顶好的大学，读的是金融，而且读完了研究生，买了房子，那现在回来到武汉来出差。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爷爷请到美国去，我专门请假2个月陪着爷爷周游美国，没有让爷爷花一分钱，跟爷爷讲美国的风土人情。然后呢，这个故事差不多接近尾声，那个阿姨就问了一下，她说哎呀，这个就是觉得他这个变化的话太突然了啊。然后呢，觉得他这种礼貌和似乎是一般的武汉小孩说好像比较缺乏的，就有点试探性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大高大帅的青年呢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永远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我的中学老师送给我的一句话，他说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不要轻视看似比你弱的人。哎呀，就是这句话，其实我后来我作为一个这个旁观者，我后来反思这个青年能够被打醒啊、另外一个小伙伴打不醒，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在反思，其实关键就在这句话。当一个人还记得还能够铭记不要轻视看似比你弱的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话的时候，表明他具有一种一般人难得的品质。一般人都是阿谀奉迎，这是一种品质。其实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周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论你是高高在上的这个高官，还是那个功成名就的这个企业家，我们往往对上面很容易恭维，但是对底下我们很难尊敬。其实这种品质就表明一个人的根基没有坏，根基没有坏，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那么他曾经有的毛病或曾经有的问题，他都会得以改变。那么下面呢，我就开始正题。那么我想讲的问题呢，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富裕的这一代啊，正在富裕环境下成长的这一代，都有哪些毛病？大家注意啊，我讲的是毛病，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行，有哪些毛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讲这些毛病怎么来的，就是原因。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如何避免这些毛病，或者如何避免如何矫治这些毛病。这有点像医生这个看病时候的发现，找出征兆，然后呢分析原因，最后呢对症下药。当然呢，我只是试探性的这个从比较宏观的或者是抽象的层面谈一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谈一谈我们今天富裕的这一代孩子他们的一些比较一般性的毛病。因为毛病都很多，就像我们前面任何一代的这个朋友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毛病。那么所以他们这一代的，就是富裕的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比较共同的或者是比较一般的这些毛病有哪一些？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昨天呢，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是金英兰将军讲美国大选的事情。他在这个片子中呢，他有一个发现，就是最近的四任美国总统，他们在年龄上有些奇异怪异。他说，前面两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他们是40后。好，他们两位下来之后的话，奥巴马上来了，60后，把50后给跨过去了。奥巴马下台之后，正常的逻辑应该是70后，结果又回到了40后。希拉里和特朗普去争，最后特朗普上来了。金将军呢，他没有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我呢倒想做一个补充，就是在战后1945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美国和全世界的各个国家，谢谢，都一样的，就进入了一种战后的复兴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话，就到了极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人民生活非常的富裕，整个社会呢用太平盛世来形容不为过。于是乎美国人民呢掀起了持续将近从1946年开始到1964年20年的这样一个造人的高潮，历史上呢把这个阶段叫做，或者这个阶段产生的孩子叫做婴儿潮。那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50年代，因为此前的话战后结束不久，50之后的话，因为一件事情让美国人吓了一跳，就是1957年苏联的这个卫星上天，接着美国在1961年就开始有了这个登月，这个成功的登月。那么
在这个两在这个中间的话，就是在1945年到在60年代中间，这个50年代的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富裕状态下出生的一代孩子。所以在英文里面呢，有的时候形容那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形容这一代这个出生的小孩，当然不是比较标准，不是正规的啊，就是大家戏谑的称呼这一代叫做 Lost Generation， 死去的一代，或者是文化讲就丢了的一代。那么用一个标准的话讲呢，就是垮掉的一代。那么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共性，国家和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共性。那么我们中国今天经过了30-4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那么现在开始成长和长大的这一代孩子，会不会成为迷失的一代、丢了的一代，甚至是垮掉的一代？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在座要是有像80后出生的、90后出生的、这个00后出生的，你们那个不要太介意啊，回去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们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恭喜你们。但是呢，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倾向和可能？当然呢，这个答案目前是绝对没办法给出来的，要需要历史和时间来检验。但是呢，有些迹象，有一些这个征兆的话，看起来呢却让人不容乐观。我给一个表格大家看一下啊，这是2015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的这样一个排名，10个。大家看到没有？我右边的属于50后的有3个，任正非王健林、王石和董明珠。60后的比较多，马云、雷军，这个李彦宏。40和70呢，应该差不多都有2个。大家注意到没有？70后的他是70年代的初期，71年，有点相当于60年代的尾巴，对不对？那么从这个70或者71之后的话，大家发现没有？71到现在多少岁了？45、46岁了啊。但是这10大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中看不到一个。有人说再过10年也许他们会出来吧，那我们就要问反过来，我们这在座的是在这里头的10个企业家，他回去10年是不是都已经是都有名气了？那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10年后的，或者是属于80、90后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家能够跻身前10名，或者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的行列。那我们是不是又要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里头？但愿呢，我们的80后的企业家在不久的将来如雨后春笋，能够尽快的跻身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列。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一代他们的毛病。那么我下面呢就给他们这个给大家呢就指出来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缺乏竞争意识，贪图安逸享受。这话说得很重了啊，但是站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这么严重。我经常和学生的家长打交道，包括不同年龄的这个学生家长打交道，那么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呢，就是孩子快乐就行了，或者快乐就好。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也听过这种话。那我就当时或者是在不少的情形下，我就问他们，你们理解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呢？一般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父母经过了这么辛苦的努力啊，积累了财富，积累了一些地位，那么呢，我不想让孩子太累，希望他们这一辈子的话衣食无忧。从表面上看这些话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要细
是想一下的话是有问题的。在大千世界，在等整个的包括人在内的动物世界里头，有几个动物是快乐一辈子的呀？我算了一下，就两个动物，一个是被我们宰割的那个动物，一生快乐，但是它被人任人宰割；还有一个动物呢，是被人不是百般的万般呵护，谁啊？熊猫。就是两种动物，他们是这样的。但是正是这两种动物，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你看熊猫，它原来和北极熊它是一家的，结果北极熊跑到了北极，它练就了一身的抗击这个冰寒的那种本领，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且子孙繁这个繁衍非常的这个多。但是呢，相比之下，熊猫呢来到了温暖的地带，这个贪图安乐，就基本上是一个好散坐的东西。然后呢，吃东西越来越挑，挑到最后只吃一种东西。最后，如果不是人类极其细心的呵护的话，它早已断子绝孙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引起注意？这个快乐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它很快乐。那么猪呢？这个地方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我觉得有点这个借鉴意义的。就是从前有一个农家，他家里跑出去了几头猪，经过几代的繁衍，这个猪后来变成了野猪，经常跑来伤害人，然后呢到处乱窜。于是乎村民就想着要怎么把个猪抓起来，几头猪或者几代这个一些野猪抓不倒，因为野猪出去之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于是就有人尝试着或悬赏，谁要是能够把这野猪抓的就奖赏什么。有一天呢，来了一对父子，他们拖着一个车，车上有些板子，有些这个粮食。这个村里的农民就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我们来帮你们抓猪。”这村里人都笑了：“你抓个鬼，我们都抓不到，猎人都抓不到。”那个父子就说：“那你们等着瞧。”父子观察猪，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猪有些规律，他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寻找食物。于是乎呢，他们就在那个特定的地方撒了一些粮食。猪开始的时候有点警觉，不轻易上当，但是搞了几次之后发现没问题，于是呢就胆子大了起来，来的次数也多了。那么这个两个父子呢，就在猪吃东西的时候在旁边竖起一个板子，第二次呢再竖起板子，慢慢的就把这个东西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再钉上桩子，最后呢就去跟村里的农民讲，他说：“野猪交给你们了，搞定了。”那么村民就问他：“你采取什么的方式？”他说：“我们利用了猪的弱点，当他贪图不劳而获的这样一种这个粮食或者是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事实上呢就已经陷入了陷阱，或者是已经把自己就给埋葬进去了。其实，在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人类啊。”有同样的这样一个状态，经常有人讲，你要想摧毁一个孩子，让一个孩子腿这个残疾，你就送他一副拐杖；你要想这个让他这个毁灭的话，你就给他温饱。所以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话，大家都有一句话，就是要保孩这个也应该是这样啊，要想孩子保平安。三分饥寒七分饱，是不是的？吃饱了之后，就是跟那个猪和熊猫一样的任人宰割，他已经没有竞争能力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在过去25年来经历的一个事，或经历的一些事。因为我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嘛，非常喜欢关注和考察研究，不同国家的大学生他们在同一时代成长的状态。那么在过去25年时间里头，我有很多的机会对东西方的大学生进行观察。大约25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当时呢去了之后，我看到当时美国大学校园的状态，我一阵惊喜。我写信回给家里，我说未来的20-30年肯定是中国的了，因为当时我出去之前的那十多年，就是改革开放的出去了10多年，整个中国的教育和青年的状态是为了振兴中华而读书。我给图片大家看啊，
这上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是当时我出去之前映入脑海的中国的大学生的状态。条件不好，穿的不好，这宿舍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呢却极其刻苦用功，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但是到了这个当时的西方世界一看呢，就是右边那张图，虽然这张图不一定是哪一个校园的，但是大体上当时我看得很像这个。头发男同学头发搞得一米多长，上面染的绿的，然后呢这个好好的耳朵他搞得很大的环子，有的鼻子上还搞环子，然后呢裤子衣服他不搞动的话他不穿出去。这是当时的状态，所以得出结论就很容易了嘛。这个未来的二三十年肯定是中国的，大家注意到没有，从90年左右，当时中国经济 GDP 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啊，大家就几乎别人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按那个就是名义的那个 GDP 来算的话，我们接近是美国 GDP 的70%左右，势均力敌了。20多年，这是什么样一个速度追赶的呀？所以与这个那一代人有关系。你看，从今天看，企业界、政界、这个军界各个方面，都是那一代人担纲。那么再过了10年，我到美国去，过了15年再去，过了20年左右再去，发现了一副不同的景况。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大学很多课堂里头就是这样的状态。下面的第一张图，在宿舍里是那个状态。我们有很多家长都以为孩子在学校在辛苦的读书，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很多大学学生们不是在这个拼着为国家的富强在读书，他们在干这个事，上课。那么右边呢，我在2001年的时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待了一年，当时我真的是感慨太深了。任何一次的课堂都是座无虚席，都是鸦雀无声，除了做笔记的电脑的声音以外，没有任何的这个噪音，极其的令人震撼，就像这个图上一样的。所以当时我就发现这个情况不妙了，因为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德国的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元帅毛奇曾经接受英国的记者的采访，就问德国何以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毛奇其实没有说太多话，就说了一句话，德军胜利的基础是在我们学校课堂上奠定的。所以就是孩子的竞争力，孩子他是否贪图安逸，他不仅仅是孩子个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放大来看的话，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10年、20年或若干年他竞争的实力。因为国家较量归根到底是作为整体的个人的较量。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把他这个这一代面临的问题说得这么严重，确实有这么一个感触。那么放到我们家庭来看呢，那么这样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些状态，贪图安逸，没有竞争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他必然会出现的呢，就是这么一个下面的这个问题。缺乏节俭、孝心、感恩和礼仪。我们老一代的朋友都知道啊，中国过去有三纲五常。三纲呢，今天大家已经否定了；五常呢，实际上它已经在100年来一直作为个人立身之本、社会文明进步的之基础。那么，你看我们《郑王贤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仁义。就是五常的前两个，仁义礼智信，后面还有一个附加的，就是温良恭俭让。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年轻人，富裕的一代的孩子呢，在这方面都有所欠缺，不太节俭，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不太有孝心。我有时候说个笑话，
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他只有每一个月只有在需要家长付饭钱的时候再给家里打个电话。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有点害羞。那么最近啊，大家我们刚刚过完春节，春节期间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在朋友圈流行。这个文章的名称呢就叫做抱团养老，讲的呢是一批知识青年退休之后，因为付不起养老院的钱，因为养老院可能要三五千，那是基本的，他们可能有两三千块钱，于是乎呢他们组合在一起，这个租用了共同的比较大的房子，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学习，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我看了之后，这篇文章看了上面的图片之后，我感觉格外的心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几千年来咱们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或者家庭的这个文化中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养儿防老，这个子女要尽孝。虽然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拿到台面上说的多么光冠堂皇，但是大家都是这么这个感觉的。怎么到了今天，大家理所当然的没有疑义的都去接受了这个父母这一代的话，自己去寻找自己的这个快乐和生活的这个归属，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想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啊，中国在数千年时间里头多次被外敌入侵，外族征服。但是人类世界历史上曾经记载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外族征服外敌入侵情况下没有亡国灭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原因在哪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在这千年里头，我们民族的或者民族文化的根基基因 DNA 它没有改变，没有中断。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一些东西被正在不知不觉的在丢失，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呢正在发生突变，我们还不没有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很心酸。其实有一个故事的话，我本来想说，但是我不想具体展开，大家都知道，在2月7号武汉晚报上登了一个汉阳的一个老人的事情，九套房最后无家可归待在医院呢，大家回去看一下2月7号武汉晚报。这个如果是我们这一代要按在这方面任期发展下去的话，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中老年人，我们在座的各位目前是年轻的父母的人，未来的这个晚年的话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我就要问了，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是父母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是父母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有某种体制的问题，都有。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大家可能不同意，父母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整体的孩子是由一个一个的父母教育出来的。我这个地方说一个插曲，我曾经有个朋友是武汉的一个朋友，那么我们一起到深圳去工作，他有个孩子呢这个有好动，小时候好动，这个爸爸呢就是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还有什么好动症，怀疑他有好动症多动症，于是乎带着他到全国各地大医院去看。最后看了之后得出了结论，他有一天碰到我，他说姓名呢，我告诉你，我医生给我结论出来了。我说什么结论呢？医生的结论太一致了，孩子没病，父母有病。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孝不孝啊，勤不勤俭呢，这些方面问题啊，其实孩子是有问题，但是呢根基的原因在父母。我后面那个第二个部分就谈这个。那么第三个毛病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呢我就不用说了，所有人都知道了。现在因为我们把孩子为当做中心，那么孩子最后的话他把自己就当做中心，然后呢最后就自私自利。这个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家人都会有体会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个时候我就不展开。那么这前面的垮掉这一代的话，我就想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它一般的矛盾。那么呢，我想用一个图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这样的。在北美的公路旁边有一个都会经常看到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底下那句话 A fat bill is a dead bill， 一个喂饱的熊就是一个死熊啊。我这前面讲的这些毛病呢，都与我们娇生惯养，怕孩子冷怕孩子热，然后呢把孩子当作中心，最后呢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浇灌出来了。所以这个今天这一代最后能不能发展为有出息的一代，那么这一代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衰败的一代，关键还在我们父母。所以下面呢我再来谈谈原因，这个原因呢只是一般性的指出来，但是大家也可以根据大家的理解谈谈你们认为的原因。为什么富难过三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动力不足。其实富难过三代中外都是一样的，有人不同意，但是不同意的话我相信你看了这个西方人或者外国人他也这样说的话，你觉得怎么会，这有道理的。中国叫做富不过三代，那巴西有一个谚语叫什么，爷爷创业，儿子花花公子，孙子要饭叫花子，讲的跟我们是一模一样。那么第一个导致这个那些毛病的原因呢，就是动力不足。动力一般有两个方面，内动力和外动力。我们的飞船上天，前面一段的是外动力，上天上轨道之后的是自身带的动力，就是内动力，回来的时候也是内动力。外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这个飞行物送到特定的高度，但是呢最后发挥作用以及呢这个返回或者是自身的决定高度，决定它的质量的还是它的内动力。为什么动力这么重要？因为动力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事物，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人类的进步啊，都是靠动力推动。那么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形，我们的这个动力丧失了呢？什么样的时候我们的动力非常强劲呢？其实和他们上面谈到的温饱有很大的关系。我下面再多一点说这个生命周期和自然的规律。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那我们说凭什么？其实凭的就是生命的周期和自然的规律。我们大家知道啊，人的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有一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有一些东西是容易改变的，或有一些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那么不容易改变的东西，就是我们判断和分析一个孩子他未来是否有出息、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或者这个我们能够作为参照物的东西呢，它存在于我们生命的周期中间，也存在于我们自然规律之中。那么生命的周期是什么呢？发育、成长、成熟、衰败，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么一个规律。那么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春夏秋冬，月盈而亏。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因果，其实与自然规律有关系。我们自然界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平衡。所以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是太了解孩子的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不太了解这个人生生命的这样一个自然规律，我们可能就会犯下很大的一个错误，孩子的教育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啊。成长的过程中他有哪一些基本的规律，那么这与教育有关系。0到3岁
是孩子形成性格的时候，你教他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没有用，这个阶段呢是性格形成的时候，要把心思放在性格上头，性格的培养上头。三岁到七岁呢，大家说是什么这个形成的阶段？习惯。这个阶段习惯定型了，一辈子改不了。那么七岁到十二岁呢，这是干什么呢？七岁到十二岁，在我们旧中国，我们称之为蒙学阶段、知识启蒙阶段，就是学东西的阶段。错过了这个阶段，再学，包括语言，包括知识的各个层面，再学的话就不容易了。这个阶段的话，重点放在知识启蒙上头。那么13岁到19岁，在西方英语里面称为什么阶段呢？叫做 teenager 阶段。这个阶段是干什么的呢？价值观养成的阶段。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过去忽略了这个最重要阶段的对孩子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养成的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处在基本的周期之内，基本的这个自然规律之下。那么背离了这样一个成长的规律，或者是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规律来有针对性的对待孩子进行培养，我们出现的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我们可能得到的这个实际的这样一个状况或者是结果的话，就会出乎意料之外。所以下面这样一个第三个原因呢，其实与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觉得与父母的影响有关系。因为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应该体现在性格、习惯和价值观的养成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响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如果这样几个方面对孩子你没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影响，那么他是人家的孩子，不像你。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如果在这些方面有缺失，那个我们就应该担起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话，我想呢，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错失了教育的时机。如果出现问题，如果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的话，我们是因为错失了教育的时机。什么样的时机呢？错失了在，就是错失了孩子从零岁到十九岁各个阶段重点的不同这样的培养的时机。第二呢，错失了运用较好的手段去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他的习惯的这样一个机会。第三呢，我们没有重视或高度的重视孩子价值观的这个养成和培养，这都是父母的责任。那么下面我要想啊，我想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培养孩子的、塑造孩子性格和习惯的手段有哪一些。其实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有一个基本的手段我想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我们今天的父母大多数，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胡萝卜的时候比较多，使用大棒的时候比较少。我们所说的胡萝卜就是奖励，我们所说的大棒呢就是惩罚。我们惩罚也不一定是打，就是要给他一些教训。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度如何掌握却是很难的。而这个度正好就决定了教育成效的好坏。我记得前年我到美国的圣地亚哥那个美丽的加州城市去，那里有一个海洋公园。在这个公园呢，大家知道啊，有一些世界著名的海洋动物在里面表演。我长这么大，我从来不喜欢这个
参观这些这个小小这动物啊，这些玩具这些东西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参观的话，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了，即使是动物、海洋动物，他们在这个表演表现的时候啊，都与奖惩有关系。据说饲养员不会让他们吃饱了之后去表演，吃饱了之后他还表演吧？他不表演了，都是让他有些饥饿的时候去表演，表演成功了之后，他就给他吃一把鱼。无论是什么海洋动物，都是吃鱼。先猛了，大动物吃多点鱼，小动物小点少点鱼。表演完了之后，吃完了鱼之后，那些动物高高兴兴再接着表演。所以我发现呢，这就是这在有奖惩的手段。如果你没表演好的话，我就不给鱼你吃。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在鱼类、在动物类都这么有效的话，其实在人类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孩子初期的几次尝试，他的性格、他的习惯就基本上养成了。几次这种机会错过之后，有的时候几年终身就改不过来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有些个案的话涉及个人我不说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朋友呢应该心里都知道。那么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家长没有重视这个价值观的养成的话，这个话题。价值观呢涉及到三个方面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我觉得可能在孩子培养过程中涉及到我们的财富观、我们的名誉观以及我们的英雄观。你父母是什么样的这个三观，这个和现在说的三观不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你父母是怎么样的，你孩子基本上也是怎么样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应该首先修炼自己，然后呢再去影响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影响孩子的时候，什么样的世界观或者什么样的观念是重要的，这三个方面很重要。什么样的财富观，什么样的名誉观，什么样的这个英雄观。我以为啊，财富应该用来帮助别人。如果你只为自己的话，老天也不会给多少财力，就这么个道。然后呢，权力呢是用来服务于人的，也是帮助人的。那名利呢，荣誉呢是用来感召人的。如果他们统统都用来为自己的话，那是来害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在刚才讲的性格习惯比较起来的话，价值观在13岁到19岁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更重要。大家如果还有机会这个影响孩子的话，应该注重在13岁19岁这个阶段这个年龄他的价值观的养成。在现实社会中呢，因为有很多孩子在这个岁数年段的话，到了寄宿学校，或者是从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住读。那么我觉得住读没有问题，学校有的时候比有些家长还要好一些。但是我想的呢，家长还要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机会，这个创造条件，在价值观上影响他。因为这个阶段习惯性格都已经过了价值观。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多事情很重要，觉得孩子也听不进去了，往往放弃了。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一点上我想说，这因为我一直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也在做人才培养的这个这样一个事业。那么我教的孩子呢都是大学，我现在目前阶段都是研究生这个阶段，是20岁以后到24、5岁的这么个阶段。按道理讲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没有办法了。但是呢我还在试图做最大的努力，让他们这个在成长中做得好一些。但是呢只要我们意识到一点，就是按照规律来教育孩子，这个花费的力量要小一些。那么当孩子出现问题之后，要矫正他的时候就非常难，有的时候甚至很难很难，几乎又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但是呢我们更应该有意识的是什么，因为孩子教育的事业是父母
终身的事业。你不能说我小学完了，中学完了，大学完了，我就船到码头，车到站，就功成名就，我就完成任务了。没有的，孩子教育以及孩子教育最后的效果伴随了一辈子。所以呢，无论孩子在什么年段，无论孩子他是否有毛病，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就是用比较好的东西去影响孩子的这样的时机和机会。但是有人说啊，孩子有时候嫌我们啰嗦啊。但是现在社会舆论的会慢慢在引导年轻的一代孩子，这个家中有个老啊，这个是一个宝，要让他们感觉到、感受到身边有人唠叨，这是幸运、幸福。所以我们都要我觉得无论是家长和学校还是社会的话，我觉得在孩子的这个培育方面的话，不要放弃。另外一个影响孩子的，这父母对孩子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父母消耗了孩子的人品。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中老年同志对这个人品这个概念有没有了解。现在大学生呢，是我跟着他们学的，他们把这个人品当作一个很时髦的词了。这个人品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这个个人品质，它是有点相当于这个银行里面存的钱那种感觉，存款。后来呢，我就根据这个概念呢，我发明了一个我影响学生的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带引号的，就是人生银行。我们的孩子呢，到目前为止呢，他的人生银行呢基本上是一个空的。但是呢，孩子当他享受福分的时候，当他快乐的时候，当他得到赞美的时候，当他得到父母溺爱的时候，是在透支。那么什么样在往人生银行中存钱呢？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是父母积善积德在里面存，这是外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孩子自身经受磨难、苦难、委屈、痛苦、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所有一切不快乐的，全部是在给自己人生银行在积存这个财富。所以当我的学生遇到麻烦苦恼的时候，我说我恭喜你，有很多人花钱都买不来，他不懂得，这就是你未来可以透支的东西啊，可以支出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富裕下来的一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银行、人生银行里面没有钱，父母也不跟他借钱，结果还在大把大把的花钱，不仅仅物质的财富在挥霍，而且呢，有 无形的东西也在挥霍。当他享受快乐的时候就在挥霍，享受名誉荣誉的时候就在挥霍。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年轻的女学生讲，我说我这个妈呢，你千万不要晒娃，他们现在就喜欢在群上晒娃，知不知道？我晒个什么娃呢？我们过去要低调嘛，你是在折损孩子的福分，他不懂。我说除了一点点满足你一点点一文不值的虚荣心以外，不能跟你孩子带来一分钱的好处，但是呢却会带来很多坏处。你就试想一下，你晒了之后很漂亮很聪明，有几个人除了你家人以外，有几个人会真心的赞扬你，或者那个这个欣赏你的？因为俗话说，媳妇是别人的漂亮，儿子是自己的好，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好，你晒你的孩子，难道别人孩子就不好了？所以呢，他晒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折损孩子的福分。我们中国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红颜薄命，一个是天妒英才。这什么意思啊？红颜薄命不是那个漂亮的女子胡乱折腾消失，把自己的命运给搞寿命搞短，而是因为老天给了她漂亮的这个容貌，她就会用别的方面来作为抵偿，包括寿命。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同样的，当你得到天底下无计其数的廉价的赞美之后的话，你的很多最重要的、你最需要的东西，它就会被抵消了。所以，人生的银行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知道、要了解，要给孩子往他的人生的银行里面存款、存钱。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这个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或者是我们当官的发财的应该觉得要汲取，或者是思考一下，就是这样两句话，一个是
事不可已尽，忘点别人；福不可享尽，留一点子孙。南怀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啊，他说人有三种错误不能犯。第一种错误就是福薄位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德不配位。你没有那个福，你没有那个德，结果你搞那么大个位置干啥呢？第二呢，就是自小而谋大，不聪明还想天大的事情。第三句话呢，就是力小而负重。这三句话，这三种错误，如果我们父母犯了，如果我们父母的人生银行中没有存款的话，没有存款去偿还或清债的话，那么最后买单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父债子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父母要积德，那就是说除了不犯错误以外，也不要犯刚才讲的这样的错误，包括财富，包括地位，包括名誉。好，那下面呢，我就谈一谈我们该怎么投资，这个或许是今天重点。那么有四个方面，但四个方面呢，我想有两个是中间的重点，一个呢是投入时间和心力，第二个投资品质，第三呢投资教育，第四呢搭建平台。那么我最想谈的就是投资品质和投资教育。前面呢我说一下，投资时间和心力，与树木一样呢，人才的这个成长它需要栽培，而栽培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很多父母因为自身的工作很忙，往往呢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句话，你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孩子茁壮成长，成为参天大树，但是呢我们又拿不出更多的时间来这个帮助孩子，或者帮助孩子成长，这中间就有一个矛盾。那么我想在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展开，但是我就想让大家有一个意识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是我们意识到了下一代的成败关系到我们整个家庭的成败，接班人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意识到了下一代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成败，接班人的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孩子的失败，或者说孩子不如父母，我们的家庭就走向衰败；孩子胜于父母，我们的家庭就走向兴盛。就第二个意识，就是我们如果意识到了孩子他的这个失败，就是我们家庭的这样一个衰败；孩子的成功，就是我们家庭的兴盛，这么一个道理。以及呢，第三个呢，如果我们理解了父母事业上再大的成功呢，也抵消不了或者弥补不了孩子教育的失败的缺憾的话，就是这三个假设，如果我们都知道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孩子的教育，不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放在第一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觉得自己的事情高于天？我这个地方呢，说一个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反正至少我自己是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中国古代经常说啊，一个孩子来到世上就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呢是来还债的，一个倾向呢是来讨债的。其实还债也好，讨债也好，不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因为三字经里面前四句话大家记得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始的时候没有差别的，最后有差别的是你父母的问题，最后变成了讨债的就是父母的问题。一个讨债的孩子，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讨债的孩子，你总使赚的
得了千万之财，你纵使高官厚禄，最后都会被你这个孩子败光。我们现在不是有发明了一个词吗？叫做坑爹的。坑爹不仅给你败光之后，还让你倾家荡产到负数。另外一种孩子呢，来还债的，就是父母没有什么家产，也没什么地位，但是一辈子生活在快乐之中，因为他孩子不断的给他带来荣耀，甚至包括财富。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或者最重要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你的事业的成功，充其量100%成功的话，也只是占了50%的这个幸福，或者是50%的这个成功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50%孩子的失败跟你抵消了的话，你还有什么成功呢？还有什么东西可言呢？还有什么东西可胜呢？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追求更大的成功，在能够保持自己事业基本成功的这个前提下，多花点心思在孩子身上，花时间还不够，还要花心力。我们通常讲尽心尽力。在这个方面的话，我想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腾讯的副总吴军的这样一个故事。他在辞去腾讯的副总职务之后，花了1年多时间带着女儿周游世界，考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教育。最后呢，不仅孩子长了见识，知道是什么是好教育，同时他还写出了一套书，叫做《教育之道》。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的工作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他把孩子看得比他自己的事业还要重要。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中国历史上有名人喜欢写家书，写家书通常是给儿子写书。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当今世界，当今中国，有几个人还给孩子写书的？孩子也听不进去了。那么在近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书家书是什么？曾国藩家书，对不对？那么现代中国最有名的家书是什么？傅雷家书，都是教育孩子的典范。其实不只是在教育上有作用，更主要的，写家书就意味着他心力的投入，花了多少时间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人生的秘诀告诉后代。这就是投入心力。那么在国外呢，在美国有2个人物，他们也写家书，这两个人物的后代也发展得很好，他们的家族是我了解的几乎百年不衰的这个代表。一个是摩根家族，一个是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家族6代不衰，我觉得根基原因就是他的创始人，他的祖辈祖父祖祖父留给他们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家书。今天呢，待会讲做完了之后，我送100本他的这个家书给大家。我读过很多很多的励志啊，这个什么这个这方面的传记啊，这方面的书，我发现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一本。我给我的学生人手一本，改变了其中的很多人，所以便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在洛克菲勒好像是什么40还多少100周年的时候吧，社会呢想跟他搞一些纪念活动。后来他孩子这个祖孙辈就讲，这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很多那个姓，这个姓很好很好啊，原来是这个名不世人的。他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公诸于世的话，那将惠及多少人呢？也是他的老祖宗这个原始的初衷。所以呢，我们能够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或者是西方的这些前辈啊，他们在孩子的培育过程中能够用家书的形式来影响他们，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就是投注心力。我有个学生，他在美国做律师，是一个女孩子。他有一个很好的伙伴，也是律师，是一个美国的女律师，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然后呢，在一个很顶级的一流所做合伙人。那么这个妈妈呢，在当她有了2个孩子之后的话，她辞职了，这么好的职务辞职了，
去专门的去培养他的孩子。我这个同学生的话就问他，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你刚刚搞完教育，做好这么大的所的合伙人，有无限的前景等着你。他就回答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很多啊，或者有的很重要的任务，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去啊。那个我学生说，怎么还你完成什么任务？他说我到哈佛大学读书读博士，我就是为了找一个非常优秀的夫婿啊，丈夫啊，这个任务是不是完成了？你还什么？他想是啊。第二个的话，我在这个律所的工作，这么多年，加上我又有这么优秀的丈夫，我才这个衣食无忧了嘛，是不是呢？然后第三呢，我能够读这么好的书，能够有这么好的工作，表明我比一般的老师要优秀吧。那么我这么优秀的这个知识来教我这个孩子，是不是他们以后会成为比我们更优秀的人呢？所以他这样一说的话，我的学生说，那是都理解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妈妈的话，她是在投注心力，把孩子看得比自己重要。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投资时间和心力；第二个呢，投资品质。我们常说参天大树呢，是由树根和树干决定的；栋梁之材呢，是由品质决定的。品质呢，由正能量和负能量组成。如果说品质不太好，它的负能量就比较多；如果品质好，那么表明它的正能量比较多。我得给大家看一下，是我总结的这个有哪一些品质。在情绪方面，在行为方面，比如自信、自尊、正直、勇敢、诚实、善良等等等等，这属于正能量的。那么呢，自私自利、虚情假意、背信弃义，这是负能量的。那么你们就看一看，衡量一下，负能量的多，它的品质就有问题；正能量的多，那么品质就是好的。那么什么品质最重要呢？正直、善良。善良涉及人心、良心，那么正直的话，涉及就像树一样的，涉及的根本。你看，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巴菲特讲的啊，他说，考察一个人的时候，就看四样东西。一个是正直，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这个聪明，一个是能力能干。如果前两项出了问题，他说后两项会害了你。这个无独有偶啊，里根总统的话他也说了几乎相同的话，就是如果你正直的话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善良的话，什么也都不重要了，也就是说不可救药了。所以品质中，正直善良是第一位的。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对我们的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解读。这个成语呢，是叫做厚德载物。关于厚德载物呢，有多种解释，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结合人才的培养呢，我的理解呢是，如果倘若我们想拥有承载更多的财富、更大的、更高的地位、更大的荣誉，那么我们就应当拥有与其相配的、相称的德、财、福。我理解厚德载物应该在人才方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讲呢，如果我们片面的、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财富、地位和荣誉，而不考虑自身条件，就说不考虑我们 hold 不 hold 得住，其结果将会是灾难。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证券市场上曾经赫赫有名的那个徐翔吧，就是判决了，没收罚了他200多亿。换一句话说呢，曾几何时叱咤风云的，在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现在财产全部清零，就是白忙活了一辈子，还留着一个坏的名声。就是其实在市场上，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在做的就是在做一种无用功，或者是白干的事儿，白忙活。
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需要去争取或贪想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地位，更多的这个荣誉。所以厚德载物，我想是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共勉的一个东西。好，那么在品质的教育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到的，要因时而教，因时施教。就是说我们的品质的教育，像性格，像这个习惯，像价值观，就是关乎到品质。那么他的教育的话，要考虑时间的顺序，不能够跳跃，不能够就是说这个背离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周期。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就是在我来武汉的前一周，我和我的一个学生谈孩子的教育。她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目前4万多人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高管，牛得不得了。那么更牛的是孩子的教育非常成功，所以我就想问问他，在孩子现在7岁，从1岁到7岁怎么过来的。他跟我讲了一通之后，我发现他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就是我所信奉的这个因时而教的一个典型。就说在1岁到0岁到3岁的时候，他培养了好的性格。他说他小孩从来不闹，到现在为止都不闹，不无理取闹，从来不无理取闹，没有一次，基本上有一次。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小孩闹也是天性的。他说不闹。他说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每次我要上班，我要出差，我都告诉他妈妈什么时候回，我天大的困难我都要准时回。如果一次守信，两次守信，三次守信的时候，孩子就觉得有安全感了，妈妈不会骗自己了。凡是妈妈要上班孩子苦闹的，就是因为妈妈曾经欺骗过他，或者挽回了，或者没回了，那么孩子呢就不相信妈妈了，就大哭大闹。他说这是我在孩子性格养成过程中用诚信，当然还有爱啊这些东西。那么他习惯呢，他是通过学音乐养成的。我们培养这个习惯有很多方式。他说在2岁多到3岁的时候就让他学钢琴，其实是孩子自己开始对钢琴感兴趣的，开始培养请了一个台湾的教师。那个教师教得非常好，他的姥姥就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曾经筛选了一个其他的教师，因为那个教师一教了之后孩子不快乐，孩子没有亲近感，而这个台湾老师跟他教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非常有吸引力。他说就这个老师了，所以他们这一次选对了。那么更对的是什么呢？在2年之后，当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果断的终止了。有的人呢，他会出于情面的关系舍不得或者不愿意那个再换老师，他很果断的换了老师，因为要考虑到时机时时而教啊。这个老师最大的本事就是在启蒙阶段2年的时候，而后面可能更有合适的老师来适合2年以后的这个学钢琴的情形，所以他这个火候和时机把握的比较好，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有时候全家出去玩，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么7岁这么点小，他获得了他那个年段的全国的第一名。所以这个是妈妈的事业干得也很好，孩子的这个性格习惯也培养的这么成功，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的借鉴。那么下面呢，我就要谈一下投资教育。教育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教育的目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受教育，还有的受了教育之后，这个我们是不是为了就是找个工作，这个体体面面的工作一辈子。其实我们要了解教育的终极目标之后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培养孩子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从培养的过程中的话要有意识的这个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用古今中外最有聪明的人的话讲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最终啊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最后看一个人是不是成功，就看一点，就看他是被选择还是选择。如果你凡是被选择失败了，你凡是都有选择的权利，你成功了。所以成功的有选择人生的权利，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教育的目标。你看我们孔老夫子他讲的那个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这个耳顺七十
从心所欲，从心所欲什么？就是我可以选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个西方的马斯洛斯他的那个人生的五阶段理论，最高段是什么？自我实现，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最低级往最高级发展，这就是教育的最终极目的。好，那么内容呢？内容呢？我们今天我不说我们的现行教育体制，但是我们慢慢的稍微或者是重点，由于我们高考的指挥棒慢慢的搞偏了，把这个知识的这一个东西当成了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应该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应该是重要的呢？或者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呢？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都告诉我们了，西方的祖宗也告诉他们了，那就是什么呢？梁启超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教育的内容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人成为一个智仁勇兼备的人。他说我们的教育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知育，知育就要教大家不惑，然后呢还有一个勤育，就教大家不忧，还有一个义育，就教大家不惧。其实我们孔夫子在这个2000多年前早就提出来了，就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那么西方的话，其实关于这个理论的话，关于这个教育的内容啊，它也有这个科学的理论，一个叫做智商 IQ， 一个叫情商 EQ， 还有一个叫最新发明的或最新流行的义商。这就是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有时候呢把知识部分的培养呢就简单的看着会记忆，其实不是，要开发我们的智力。然后情商的这个培养呢，在中国走了一个极端。其实我在20多年前我就接触到美国的那个情商 EQ， 也了解到最初影响巴菲特的那个卡内基，他所推行的那一套东西就是教育大家的情商。情商最初的就是教导大家在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困难挫折所打倒，要有强大的精神，然后呢要这个乐观，要开朗，要真诚的去赞美别人。后来这个情商引入到中国之后变形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种威风引，那种你不相信，你们一般很多家长说要有情商高一点的，那一直过去讨好领导啊，讨好那个别人的，变成这个东西了。这真是对那个情商的一种冤枉。你看这个孔夫子怎么说？仁者不忧，就是困难的时候你还很坚定坚强，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教育的三个最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再要问教育的方法，什么样的手段能够使之这个得到比较好的实现呢？我前面在讲这个品质教育的时候需要因时而教，那么这个内容教育的内容的这个吸取或者是培养的话需要什么呢？需要因材施教。有很多家长说我们是在根据孩子的才能来选择老师啊，跟他们请些家教啊，但是我所接触到的很多情况不是这样。过去大概有10多年我参与高考招生，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文科里面的学生基本上都集中在经管法，理科呢都集中在计算机信息还有什么通讯什么的，就都太集中了，剩下的就是招不满，招不了的就给其他的专业。难道天底下就这么几个专业才是我们数以亿计的孩子他们的兴趣他们的选项吗？显然不是。我不知道是孩子的问题，还是家长的问题，还是我们所说的中学或者高考班的老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么偏狭的在选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志向。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理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能这个取得成效。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人。如果自己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它仅仅是为了挣个钱，那是真的是很苦恼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教育之初，在未来孩子选择志向之时，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他的能力的取向。我给大给个图大家看，人的才能它是有区别的。人分为四种，一种呢是聪明的、勤快的。这个理论呢是德军在二战之前发明的，他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用了这个标准，把人分为四种，然后呢安排在各自的岗位上。第一种呢是适合做参谋人员的，聪明、勤快。第二种呢是聪明、懒惰。这种呢就是经常这个发号施令啊，就干这种事情，很聪明，他能够辨别，能够判断，这个是做主观的。第二种呢，这第三种呢是愚蠢的、勤快的，这是最糟糕的，在军队呢是首先被赶掉的。那么在这个军队，第四种呢是叫做聪明的、懒惰的，一般是作为士兵的，当然这个说法不合适啊，但是这是德军他们安排人才的一个标准。那么今天呢，我们管理上呢把它给发挥了一下，就认为聪明的、勤快的，他适合做管理，做 CEO， 就总经理。那么聪明的、懒惰的呢，适合做董事长。这个没有岗位的，一般属于裁员对象的呢，就是又愚蠢又聪明的，然后呢聪明的。懒惰的，愚蠢的、懒惰的，那么适合于流水线上的这样的岗位。人呢、大体上按照性向的话，它可以分为这四等。我们看一下孩子，你如果不适合做这个主观，你非要把它往那上面引，结果可想而知。要这就叫因材施教，因材而教。那么与这个因材施教、因材而教的话，还有一个相对应的词就是，学为所爱。你所学的未来你所工作的东西应该是孩子所喜爱的东西。谈最后一个问题，最后问题呢实际上是对那些有一些财富、有一些地位或者是有一些能力的这个家长来说的。这个话呢我这样讲吧，我只是如果说我以一个家长的个人，我们不说大话，说实话，在自己有一定财富，在自己有一定这个能力，在自己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让他发挥，在孩子身上发挥最大的功效。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吃喝这一方面的话，保持基本的温饱，七分饱七分温就可以了。如果搞饱了，大家知道效果不好，结果不好。那么除那个以外，保持基本的温暖温饱之外，那么在孩子的教育和他职业的发展的初期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要该做什么呢？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富或者有比较多的财富，那是不是应该在孩子从幼儿、小学、中学、大学的这各个阶段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呢？所以真正的教育的话，如果你经过这么个努力，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应该在从幼儿开始，最适合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为什么不呢？在这一点上，有些地方目前走得比较先，有很多东西在武汉的话，你还跟他去做工作，这才想得通是怎么回事。我跟我的朋友讲，我在深圳很多家长，他就像当年他们自己来深圳不要别人说一样，他现在他们的孩子又走得比别人先。批量的出国，你看那个有几个著名的中学，网上经常报道的，深圳中学2015年、2016年，每一年他出国的那个比例，你和我那个武汉那个任何一个学校没办法跟他比的。他能够去哈佛，能够去斯坦福，能够去伯克利，本科的时候能够去，他为什么要选择，一开始就要选择在一个教育资源这么贫乏，甚至我们很多的模式目前还是比较一贯的，不说落后啊，还比较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稳的这样一种情形呢。所以呢应该要选择包含一些优秀的私立的学校，他会按就比较有钱的人，他为了选个好衣服，他说我是定制的，为什么不选择定制的，为什么非要去选择一个大排档的呢？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不要排斥，我告诉大家讲，你不要排斥那个私立的学校，那些东西是那种那个啊培养那个腐朽的贵族的，培养那个，有的时候是恰恰相反。
他们知道这个贵族应该要有什么的精神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在这方面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二个呢，为孩子呢在他的事业成长之初起步的时候，要我们过去有句话，扶上马送一程，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应该做的。不能说孩子教育结束完了说我不管他了，那你是不是真，那不是真的。我觉得那个不是，有时候我们英语有句话 too good to be true， 太真的就是假的了。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关心的话，他说我关心天下，那见鬼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要从这个你对着孩子的教育，对着孩子的发展来看的。他说我爱别人，我服务我的单位，我为单位废寝忘食，我为社会没有那个事。首先要家庭里，这是基础，所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如果父母在孩子事业发展之初啊，适当的扶持一下，扶上马送一程是可以理解的。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但是不能利用私权，把公权当成私权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你比如说在孩子实习的时候，一个好的平台，一个比较差的实习单位和一个好的实习单位天壤之别。我现在跟我的学生讲，要去实习单位就去，能够去一流就去一流，会让孩子一进到这个职场第一感觉，哇，一个比较差的职场，一个比较差的环境，他说哇，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拖拖拉拉，上班不准时，没有什么规矩。如果他第一次接触职场是非常的高大上严谨，那么孩子的一生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孩子的第一份实习的单位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好如果是在企业，就是高大上的，规矩比较严明的，为一辈子他的发展奠定较高的起点基础。好，实习完了之后就是工作。那我们选择什么工作呢？这个也是私下讲啊，因为有今天为什么我说的比较谨慎的，他们说有电视可能要公开的搞，所以我就涉及到私密的东西，我不说，说的都是大话。那么关于人的未来的职业，其实说的最好的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很多很多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史以来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一个人说的一个东西。这个人是哪个呢？是古希腊还是罗马的一个大人物，就是西塞罗。我们有学问的人都知道，西塞罗他在这个论教育论职业这个时候所说的一句，说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呢？职业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我们过去的教育告诉我们，我们的职业无论高低贵贱都是一样的。不是这个话，就是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也相信这句话。但是呢，在具体到自己孩子的时候，那你选择一个就是比较辛苦的，你可能还会打打折扣吧。所以这个西塞罗的这个标准呢，其实适合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还有机会帮助孩子来选择未来的职业的时候，这个提供一些参考。他说，职业可以分为高贵的和卑贱的。什么是高贵的职业呢？就是不受制约的职业。你的职业是不受制约的，不受制于人的。还有一种职业呢，就是卑贱的，就受制于人的。你赚每一分钱，你要看别人或看别人的眼神，他就是卑贱的职业是受制于人的。这个高贵的职业是这个自己选择的。其实还是和我们刚才讲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有点相关。他这个只是把这个话说的比较粗鲁，但是呢，这个话呢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的话，也是想做成自我，实现自我。那么在职业选择的时候，如果脑袋里面有这个选的话，是不是要好一些呢？好，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这个还有一个父母为孩子这个就是说投资的这样一个东西，或者叫远的方面。前面这些实习啊、就业啊，包含这个教育平台
它的搭建了等等，它是硬的东西。还有一个远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最想说的，就是为孩子积累福德。前面刚才讲了，不要晒娃，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在吃些亏啊，实际上在为孩子在积累福气、积累德行。我们求财、求福、求地位，其实都没有我们为孩子求德积福来得好。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历史上我们有个皇帝叫朱元璋，大家还记得吧？他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他在把这个地位传给好像是朱标吧，传给他的时候，有一段就是当时朱元璋拿一个竖条，上面长满了荆棘，让那个他的儿子去捏，儿子不敢捏。朱元璋当时一想，这他妈得了啊！这以后说把江山交给你的话，你就这样搞不定的。后来呢，朱元璋就用手把整个的这个荆棘全部都拉下来，整满手的全部是血迹，然后再让儿子去抓，儿子就轻而易举的就抓起来了。朱元璋就跟孩子讲啊，他说你要了理解爸爸的苦心了。其实我理解了，也不是一般的人在评价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朱元璋只是从权力交接的角度为孩子扫清障碍，因为这些被杀的这些人呢、啊，就是朱元璋以这个作为隐喻啊，他杀的这些这个叫做骄兵悍将啊，是想为孩子啊扫清未来执政的障碍，这是一层的理解。其实我的理解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许比这个可能还更深一层啊，就是这朱元璋的话是在做坏人，让儿子未来去做好人。现在杀了很多人，你以后你就有选择的权利了。如果你觉得有些人不能用，你可以终身不用；你觉得有些人可以用，你为他平反昭雪，你来用，对你感恩戴德，你这个皇帝不就好做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父母，其实我做这个故事，我是做一个比喻，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对孩子的帮助的话，应该体现在智慧上，而不是简单的就是那种衣食温饱上头，要让孩子他未来他也能够得到理念，也能够得到磨砺，但同时呢也会在职业的发展上要有信心。如果永远都没有尝过成功的这样一个喜悦的话，你很难想象孩子未来是能够做到多大。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也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呢，有一句话，最后的我觉得可以共享的，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做世事浪三分，海阔天空，心田纯一点，子重孙根。这句话讲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积累福德，要多做好事，要为孩子的未来着想。那么最后送两句话给大家，一句话是说世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还有北宋的吕蒙正宰相，他曾经送给皇太子的一句话，或皇太子的一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么我借用这两句话呢，想说的是，无论我们的财富有多大，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高，父母都应当有清零的意识。清零啊，就我们电脑经常清零了，不要让财富，不要让地位成为孩子成长的包袱。第二句话呢，是没有人能够包办孩子一辈子，孩子的路终究要由孩子自己去走。只是要让孩子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社会、学校和家庭，特别是我们父母啊，对孩子的成长还是负有这个不可这个推卸的这种责任。这是责任呢，尤其体现在孩子在性格、习惯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养成上。好，今天就是我要讲的一切，谢谢大家。